是由我们的博玉所带领我们的火舞表演。那因为火舞表演呢，我们所使用的都是真火哈，所以麻烦各位，我们人在往后倒退三步，人在往后。
Thank you.
台上十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由我们的所有同学，我们共联进所有的好朋友，带来我们的热情的火舞表演。我们再次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，给他们好吗？辛苦了。